故事流。这是一款机制特别的卡牌游戏，小数字的牌集合起来也可以赢过大数字。你可以独自或是与某些人结盟来击败其他人，将其他人的纸牌全部冲走，最先出完牌的玩家就赢咯。卡牌介绍，所有的卡牌上皆为数字，最小数字为2，最大数字为20，数字越大张数越少，如以下所示。游戏设置，将所有卡牌洗匀发给每位玩家6张牌，7到8位玩家时改发给每人5张牌，剩余的卡牌面朝下方，在桌面中央为抽牌堆。游戏玩法，选择一位玩家为起始玩家，轮到你时从手上打出一张牌在面前，接着依照顺时钟方向轮到下一位玩家出牌。如果你出完牌后，先前的玩家出的牌数字比你的更小，则他们面前的牌会被冲走，放置到弃牌堆。牌被冲走的玩家要从抽牌堆补一张牌到手上，数字比你的牌更大或是相同的玩家则不受影响。如果再次轮到你出牌时，你面前的牌还没被冲走，表示你的牌没有被其他人击败，你的牌就会顺水流走，放置到弃牌堆，并且不需要补牌到手上。接着一样再打出一张牌在你的面前，现在你的手牌减少了，表示你离胜利更近一步咯。结盟，如果你打出来的牌与先前某些玩家的牌上数字相同，则你们现在结盟咯。将一样的数字牌加总，总和为你们现在的数字大小，场上现在比你们数字小的牌都会被冲走，并且补抽一张牌。如果之后有玩家打出来的牌数字比你们加总后还要大，那么你们都会一起被冲走，并且补抽一张牌。如果轮到数字相同的某位玩家时，他的牌还在面前，那么和他一样数字的玩家面前的牌都会一起顺水流走，并且不需要补牌。获胜条件，如果你的牌顺水流走，并且你的手上已经没有手牌，你立即获得胜利。如果你和某位玩家的牌一起顺水流走，但目前非你的回合，只要你手上没有手牌，也会立即获胜。若同时有多名玩家达成条件，则一起获得胜利。恭喜你会玩复式流咯。